年的万圣节已经要到了，要不要去拍照？对，就叫。你在后面把一个机器也打两个喷嚏。Hello 啦。嗯。好可爱。他把你关掉了。万圣节快乐，各位。可以啊，我也很安静。我还没，我吃完才会读书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有点淡？嗯。我快看不到。是啊。高安姐，拿出你的淡瓣酱。我有淡。天哪！上次戴这个帽子，什么时候？一定很脏，很多尘吧。他要把里面。真的是倒抽。其实我不好先剪直播哎、欸，因为我找不到群组的直播表。然后这次直播表又不是用，不是先打好然后交的、嗯、直播，就是交姐姐们的直播表的那个方式换了，然后我不会先打好，那我找不到先剪直播。我看官网，那我也找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是我不知道今天直播，其实，但是是今天直播。好。OK。我忘记穿鞋了。总之呢，今天就是等我吃完之后再开始。我看。哇、wow, 哦，他好酷哦！对啊，那我拿我的汤。你的汤？味噌汤应该就是了吧？用了点套餐，就是花钱来的。那大拌酱呢？在地上。在地上。在哪？在过去。在过去没有东西啦。哦。我直接躺平。好夸张哦。刚觉你看，刚觉你站起来，其实是有一点不开心。这里有蛋，这里有蛋拌酱、哦，好爽啊！你会咸死。我控哎，这没有开啊，开什么酱？哇！什么东西？你的电棒掉下去了。然后嘞，一定要。就这样，没事，我要躺下拿东西。那超回答我是什么？你有看到那个吗？那天我在夹，夹那个电话。刚刚觉得那没开封的、啊開封，有一个，然后他就补过来。橘色的，没有，是等开封的。Why？ 我还是说，干嘛？哎、欸、哎，白痴哦、喔！啊啊！我白。有吗？你找到了吗？没有。好。会不会在厨房啊？怎么可能？铁皮罐子送缘分相遇。我刚刚躺下去，我刚刚去横那边的地方找东西，然后就趴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声音好喜欢他的歌。Lecture， 八点五十二，不知不觉五十二分。新衣服？没有，哦，算新的，算新。算是我今年买的衣服。对啊，今天宿舍组都再难得哦，真的是超难得。廖小晴回香港之后就没有什么。那你们那边好清凉哦。因为感觉很热。哦，对，黑啊。耶。黑啊。你家里面看蛋拌酱，然后这里有蛋。加上去就是。等一下，我这里不想看。哇，刚觉得你看，哎、欸，那你没有听错，但你也看不到，没事。谢人品君，谢分享直播间，还有邱志宏。之前要买酱，对，就是这是我送高安爵生的礼物，酱油，我买了四罐。怎么了？他自己在那边欢说要这一个酱油这样子。
这个酱油喜欢，我推荐。你想要蛋饭，你想要蛋饭，我怎么没有蛋饭那边？超死啊！看起来很好吃啊！香港很凉，香港很凉，凉不凉我不知道。你看我加了，我看到了，真的就很好吃，对吧？超饿欸，我今天只吃了一小碗卤味。天哪，这应该加一点。你看，流破那个流出来破掉了，太好吃了吧？今天不躺着转，躺着转什么？今天。你之前躺着赚什么了？你没有看吗？哪一个？他拍的木兰。哈？木兰。我没有 get 到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没有看我的限动、哦。你今天发的吗？我发。昨天发的。你在干嘛？给你看两百。你在掉出去是不是？没有。没在追线动，哎、欸，我又不是哎、欸，你们也知道，你看我发文频发文频率，我会每天开关账的人吗？不会啊。我、哦、还真的没有看到哎、欸。舒服。酷哦。今明天你们会去同游吗？然后一堆外县市人这样子问屁，我不确定，我要读书，可是除此之外，我明天还要练上班练习，那要期中考，我天，下礼拜期中考，我没有实感，史上最没有实感的期中考。这学期是我读书读的最认真，翘课翘最少，然后上课都醒，几乎都醒着的一学期，然后我觉得我什么都没读到，挫败要爆哎、欸。还没考完，没有，还没考，我下礼拜开始考，然后再下礼拜写那个大报告，哎、欸，还是在下礼拜啊，16号大报告 ，seminar， 觉得更像反派，不是不会吧？他们是应该是一个小站正义小队吧？其中有的会被分成三组，对吧、啊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我们的其中还蛮。集中期末比较分散，对。应该很丰盛，看起来。哇，这是用金钱换来的。其实也还好吧，颜色很漂亮、啊。嗯。有没有想要点？其他就是普通牛肉，然后加蛋。可是好像我最近发现，我昨天跟今天都没有吃菜，该吃一点。你会加青菜？加青菜就有点贵。现在直播是我是还没拍啊，然后，所以我也不缺手，应该要交直播表对不对？因为下一个期末考，我可能会礼拜五播吧，礼拜五播之类的。林杰确诊了，嗯，我以为他流感欸，我也以为他流感，他还是他流感加确诊，没有哪有确诊就很真的很像重感冒，对啊，还是因为他说流感是因为他没有快筛，他是确诊其实就是算是流感了，好可爱哦。怎么上去的？他现在就，欸、你现在很像你，现在很像哈利波特里面的人，超像。Go！ 你拿看刘晓晴的装扮，然后想让他肩膀上有一只猫这样，白痴，爬上他的肩膀，你就觉得他很像哈利波特里面的人，超可爱。下去了。
他有疾风，然后有嘴吹，症状都是不舒服。对啊，当然。欸，我最近超级狂暴买东西，就是买一些小东西，像是我买那种就是熏香的那种，会一直喷那个烟的那个东西。哦、你买那个、哦？嗯，加湿器。嗯，200多块。啊，我本来就是还好哎。对啊，只是今天买的特别贵。因为有个露露 pack 的加湿器，你可以加湿器然后贴贴纸吗？自己装扮。谢手缺钱多少兔，谢手守护选品，还有两口，你可以边吃啊。哇，谢谢送了好多许愿品。对啊，猫头鹰变成猫了，超可爱。狮子我觉得它有一种越来越乖的趋势，我觉得很棒。对我来说啦，凶它，不要咬我啊！这样，哎、欸，它一咬就叫，因为这很痛。我还没有给你礼物哎。雨露，礼物，我有礼物，天，那我找一下，什么礼物？我忘记了，我看一下，哪个部分？我记得在我钱包里面，我钱包在哪里啊？贴纸，多少？对，欸，是贴纸吗？还是不是贴纸？是张卡。哎、欸，张法，你有看到桌上的贴纸吗？还什么贴纸？有一个是你的哎、欸，我的，为什么？这只是女生，对吧？狮子是女儿，狮子是女生。抱歉，啊，现在可能没在看，但我还在吃饭，我还有两口，两口就好。嗯。为什么？嗯。没有，我没有看到，听到了。写真集什么的寄去 SH 那边，你猜多少钱？运费？它怎么算重量？嗯，重量，然后我们是选航空。嗯，因为航空跟水路有差嘛，就是运费。嗯，你猜多少钱？然后我们是选慢的，欸，所以我就直接没有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网路费。哦，我看不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不用交，因为我想说那个运费，哦那個，嗯，好，500、4、3、6、7、8、9、10、700，七百是贵，很贵，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地区有关诶，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没那么贵啊，是不是跟重量是不是太重了，还是但是你那时候更重是不是？嗯。我忘记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这个3公斤诶。张凡，你快关播喽！哎、欸，我找不到哎、欸，整包都可以不见哦。你快关播喽！抱歉，文姐，你再给我，文姐你再找啊。嗯，好，我要去了。啊！好可爱啊！哎，天哪！我是大金娜。哎呦哎，这颜色蛮像的。对啊，是吧？8月2号嘛。是你要这个？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好。啊，那你是哪一派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二选一的话。哈。等一下。选不出来。我完全是这个。我选不出来，完全选不出来。就是也不是完全是这个。他太佛了，他太比我他在 Takina 的上一点点，所以我一定是选这个。好。
他看起来有点就是个人类的感觉，我觉得那个谁，千树有点太神了，太神了，对，那选不出来，所以我有什么什么？没有没有没事，刚刚主要喝你的有橙汁，没有喝一口而已啊。可是它很少哎、欸，好凉哦！可是我就做就好了，就好凉。漫展买的，漫展、啊、白鹤展，还有一个哎，那个什么 Tiara 的贴纸还是什么，还是小卡，我把它放一包，然后我记得我放在床头，然后我刚看床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干嘛？死掉了！你死掉了。然后你看我还不大会钱买这个小东西，重点是他还给我在路上玩，超多人，就突然给我吞下去。它是一只跑超快的乌龟，像这样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跑出去这样。他怎么拍呢？这可能没办法给你们看，但是他跑很快。想喝饮料，这种吃到就想喝饮料。我昨天差点惊痛死在路上，然后那个谁，我的好朋友，一个好的好闺蜜，他就说，他要回我说，我明天带热可可去学校给你喝，然后他真的就带了，而且他泡好给我喝，就是他拿他的保温，他带他保温瓶，然后热可可这样子，你还要吗？我还有一包哦，这样子，哦，我的天哪，差点被直接被暖死，这种天气，哦。棒哦，对啊，真是搞什么东西？热可可学到，我告诉你，重点不是热。卡了 ，No， 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有了啦，好了啦，不要跟唱衰我。重点是倒好给，付出实际的行动，这点最有效。虽然说我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我是不会去实践的，我超懒。我就是没品的那一边。iPad 问，对，理论派跟实践派，实践派大赢，我告诉你，实践派完全大赢，在这方面啦，实践派完全就是大赢，理论派没有用。对我而言，其实可以跟对方聊个天，虽然说就是可能在场的各位基本上不会需要用到，因为没有月经，就是。就聊一些其他月经小故事这样子，女生朋友比较常就哎、欸，我上一次也怎样怎样的，然后真的假的好惨哦、喔，然后聊一聊，然后就是忘记痛这样子，我会来有一点分散我注意力。然后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就是开始聊起来他的朋友月经干嘛，然后就说哦，他今天有个同学痛到进来，然后说然后怎样聊一聊这样，然后就。就好像好一点了。但其实好像没有需要到看医生。看一下就卡，还是因为充电？可是不充电我撑不了那么久。真的是因为在充电，傻眼。明天有同游，然后明天市府那边有彩虹市集，12点，干嘛？12点开幕，看的亲子包，这趋势性太明显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是，如果好朋友就是啊，那怎样？你如果你跟那女生是好朋友的话，应该还好吧？或是哈？没事。跟那女生好朋友，然后就是因为泡给我喝的是 gay， 所以
所以没关系，我们是真的是好姐妹。然后主要是不然，不然你要追女生，然后企图明显不是正好嘛，就是。企图越明显 越好啊。是不是热可可太夸张太暖的话，可以就说巧克力啊什么的。那他还带软糖买现成的不会亲自泡，那也很好啊，买现场也很好啊。哎呀关爵关爵，他是就是我早上我们都早上有课，我早八他早九，就是、我们是不同课哦。然后他还泡好，然后拿来我教室里面找我，因为他密我说你在学校吗？我没有回他，然后他就直接来找我。好 sweet， 好喜欢他。我的天哪，他超赞，帮他蒸一下奶油。刘小晴开播啦！配温开水，不然你倒温开水给他喝也可以啊。如果有机会，上心的女生，好，跟你们再跟我说，还有我还买了什么东西？我最近买，我想买那个加湿器，是因为我失眠，然后又睡超不好，然后又盗汗又干嘛，反正就一堆有没鬼症状，一堆超级睡不好，然后每天都不太舒服，那可是明显就是跟睡眠有关，然后想说可以买一点熏香的东西，让我自己住好眠一点。伯利也开播啦，然后我就买了，他还附赠橙花，我觉得橙花很舒服，橙花跟那个佛手柑之类的就很棒。好，然后我就买了，不过还蛮算便宜的。希望有用。我之前在家用是蛮有用的，就是在台东的时候，我们家有一台，新家有一台的。我最近还买了什么？我还买了这件衣服，这件衣服是戏服，对我们班只有两个人买，但是我就是其中一个，光荣吧。然后，而且就是我那天刚好确诊，就是他们在发戏服的时候刚好确诊，然后我同学帮我收这件衣服，然后我最近才拿，但是有便宜，被便宜到。对，然后我还买了什么？我想想，哦，前几天订的漫画，我发现我很喜欢的百合漫画，它在两年前就出了，就有代理，台湾就有代理，东立就有代理，超扯。然后我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啊！可是他第一版就是不管怎样，什么二手的啊，什么东西啊，什么，都完全一本都没有，第一集一本都没有。然后第二集就是我早就买到了，那我就因为没有买到第一集，我就觉得说天哪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不太对。那我就去买了日版的，反正他中文我都看，我已经全部看完了，只是我想要买一本买收藏。他家总共也才四本而已，然后我就买了四本日版的，超闹。然后就看起来是要花到上千块这样子，所以真的是欧北开机。YT 睡眠音乐吧，我有试试 ASMR 是可以很快速的让我睡着。对啊，最近做梦的品质越来越好了。那 ASMR 真的是可以让我很快的就睡着。我从来没有听完过任何一个 ASMR， 就算是20分钟的 ASMR 我也没有听完过。Fana 最近开了一个礼拜放了两个 ASMR， 我天哪，这个是什么？
神奇的月份，好棒啊、哦！之前刚刚觉得听的是很老人家的那个，那个很有用，好不好？你应该也要听那个睡觉。可是不是，那我可以听一下嘛，我也很快就可以睡着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睡眠品质有没有用。因为我最近有听 Finana 的 ASMR， 我很快就睡着啦，但是我不知道。重点是你听的 ASMR 还是一起睡觉的那种是吗？对。我想说为什么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在打呼，我想是谁？白痴。另一个女人。吓死欸。同样也在这张床上的那个女人，而且那个音质也太好了。啊，在 ASMR 麦克风啊！你干嘛听人家睡觉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随便点的。它有三个音，那个是睡觉，一个是睡的，一个是睡觉，那一个是你要听人家打呼，你就是比我晚进来就可以听。救命！你那打呼很不好听。你打呼不好听哎、欸，你打呼很四十岁大叔哎、欸，打呼好听啊，没有，人家是呼吸声比较大声，你那是打呼不一样好吗？没礼貌，他是我大叔。没有 ，Finala 的 ASMR 就我看到就三个，就是我不喜欢那个声音一直刷刷刷，你那么就是敲敲打打那种声音，我喜欢人讲话，还有一个是人，还有一个是 whisper， 就是这样刷刷刷。一直讲话，然后另一个是敲敲打打的，就是用肥皂啊、泡泡啊，然后干嘛干嘛的声音。然后另一个是睡觉，三个，总共三个。哎、欸，我也要。好啊。一起分，吗？就这个。有一颗。那好。我感觉到请他没吃的。那等一下，那我先吃我的。走心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收起来。还要你剥好给他。马上来。哎、欸，听下去，可是我觉得效果最好是讲话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喜欢听人家讲话？你是听，你是会听广播？对啊，还是 podcast？ 晚上都听 podcast 睡着，很棒哎！而且可以设定那个几分钟关掉。哦，很棒哎！我需要这功能。哔哩哔哩有这个功能，我想试过，但是哔哩哔哩太好点了。然后我手机只有一个孔，它不能充电又停，然后现在也没有 app， 所以而且我觉得这样也没差吧，反正你都放出来。最好睡的是那种没有。听得懂又听不懂的，你是说像是韩文之类的吗？没有，韩文就是完全听不懂，就还好。像英文跟台语就是很容易睡觉。嗯，我只有听过一次 podcast， 是他在讲什么？我们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世代什么 I 哦，还是 Z 世代？忘记了，我不知道。就是听几个，就是听那种。文青在分析，就是 Z 世代的人跟他们那一代，就是可能长辈们那一代的想法的差别在哪。然后我才听引言哦、喔，引言他讲了很久，我不知道多久，很久。然后我很努力在听，我在吸收我的知识。然后讲到真正重点的时候，我就睡着了，就跟我上课一样，很舒服哎、欸，就是。如果有要听中文 podcast 的话，我觉得啊 podcast 跟 ASMR 不一样，就是 ASMR 通常都讲一些就是空比较空的，就是不是知识性的东西，通常不会 ASMR 的内容，通常不会是什么知识性的东西，就是一些对话，但是 podcast 的东西有些是就是分享一些时事啊，分享一些。时代的现象啊之类的这种东西，我觉得哎、欸、听着也蛮不错的。明天可以截取啊。你明天要生日会哎、欸。嗯。那、啊、明天是要几个练习？笑死！明天。我在啊。你在？还好哎、欸。你在？嗯。为什么？我录完他蛮晚才出发的。赞、哦、呢！那我们要不要提早去？干嘛？去看。彩虹市集有那个披那个披萨哈，十二点，我们一点点。哎、欸，那个披萨哈是吗？必胜客吗？嗯，就是有那个六色的那个限量20份，只送不卖。不我朋友要去抢，他就是我说的那个会去抢的。好
哎、欸，你知道那个吗？总长有去吃、欸，哎，好扯，他来台湾。我不知道他的 KSO， 我不会念他的名字。童童可可现在的名字，他有吃哎、欸，他有开箱，超酷。就我传给你的、啊、那个彩虹披萨。听广播感觉很像整卡阿嬤五岁会听的，没错是没错。我阿嬤连广播都不听，我阿嬤都听那个什么，那个大陆有一个在吵分手的节目，那什么、啊、你记得吗？感觉大陆，我知道，爱情保卫战，阿嬤超爱看那个，我也超爱看、啊，你超爱看，我超爱看，问题很荒谬啊，因为它有很多各种很荒谬的东西。那还有一些那个什么什么，就是新闻那种在那什么政论节目。我想要我的蛋拌酱，那我要你的手刀，一口来一口來。啊，你会不会一口？我杀了你！你可以吸那个酱油啊！我不会死，自杀。你可以吸那个酱油啊！哈哈哈！这样子吸，吸这个，吸这个。喂！一口了，一口。它好轻啊！它本来就很轻，你可以喝我波米啊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它越来越狠了、欸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想说他在干嘛？他在上厕所了。哎、欸，那边一条超大条，你有看到吗？我不想看，我才刚看完。所以我说的那一坨是吗？就贴在墙上的是吗？还是那是？还是固态的还是液态的？埋起来了，谁知道？我怎么知道他们埋起来了没？没有啊，他天哪，他在等什么？他在播，但是他完全没有，就是，就是他连他的屎一起播一样的。妈咪，快点，请你住手。有没有要帮你代班的同事确诊？哎，那你怎么没去上班？那你还要去上班吗？不会上我们的群。明天有人会去高恩爵生日会吗？来，我会去当嘉宾哦。对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好哎、欸，会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牙医。亚晴也会去。不久、哦。然后还有谁啊？邱品涵也会去。嗯。你们要多多人。三琪妹妹也都会到场。挑战一个最盛大的生日会。想怎样？三琪妹妹出披露就要去。你们有这种荣幸，你们怎么有？熟了很久。何等何等，好可爱啊！然后 Bill Fowl 的成员都会到场。那是不是几乎全员的？要不要大家除了你？对啊，怎样？有没有通知到？怎么这种事？我跟上次一样。Surprise！ 为什么没有跟我说？他怎么关灯了？睡了，他才播二三分钟。晚安。廖晴真的是有点过分，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次他们在群组，就是在那个，没有，他里面超亮的。对啊，我看。他开那个灯吧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在饼皮馅料群组。就是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那事情，你们会同时开这个，然后我现在超卡，救救我的网啊、哦！好了，一点。还在哦，还在哦，还在。对你很好看。我要听什么？对。他在群组讲类似重大抉择的东西，听起来看起来已经早就知道，就我不知道，然后他们才慢慢解释给我听，
超过分。然后张佛法听到后面还记得私讯我说刘晓婷是在胡乱吗？没有，但那件事情也是我们两个就是当时才开始瞎掰起来的。对，全怪我想说怎么讲到这个重点，然后你们现在全部已读。我想说你们应该要，你应该也要跟着配合，就没事。我说对啊，没有哎、欸，玩具。就是他还来密我说我要怎么回，就是讲到后面说怎么办要原厂吗？交给你们哦，傻眼，超好笑。那你是什么感性台吗？这件是我的 N 台啊。原来秋蛋姐还没来充电嘞、欸！我听到了哐哐哐的，妈咪，我们家的猫咪它现在在吃干粮了，哎，它越来越胖了，明显的变胖。真的哎、欸！天哪，它不可以跟我一样，你哪有？不是说丑不相处的，是养一只很胖的猫。乌云胖吗？嗯，乌云胖吗？不胖，他超瘦，所以才想。他怎么养都养不胖，因为他运动量超高，他还是会暴冲的。这只也会啊，这只怎么办？可是他的脸现在，他现在是刚好的胖，就是他不可以太胖。我很好奇这，就是他们吃起来这个猫粮到底是好不好吃的？应该是这款。哈？跟安娘一样。安娘一样。不好吃也不能吃。哎、欸，我们一起看的吗？对啊。谢谢阿九。对啊。除了第一集。嗯哼。是不是又出新的啦？今天礼拜四嘛。那明天吗？他礼拜六出。嗯，什么时候还没？明天。明天礼拜啊、哦，今天礼拜五。好。嗯哼。是不是想讲课？你等下叫我跳舞欸。什么？哦。什么？还有位站位。哦哦。我超怕超恐。好期待哦，张法法。好期待哦。就是说张法法今年的跨年会站上那个台北的舞台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教他跳舞。对。对，就是他跨年的时候。哎、欸，这样是爆雷了吗？哦，还是爆一个超大。大家不可以讲。大啊，好啊。等下。庞德可爱，庞德是谁？三档，三档。对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对，庞德可爱，超可爱。张华会在那个。因为我们看翻译，他翻彭德。跳舞的最新单曲《雷蒙哈莫舒》。白痴哦，这种东西。这种东西可以讲的吗？对啊。他在看我在吃东西耶。嗯吗？那是你倒的饲料吗？我刚倒的。你会不会倒太多？他狂吃猛吃，看起来跟新的一样。哪有啊？是因为他把它都推到旁边好不好？而且用干粮很方便，就不一定要在饭点的时候放。对啊，随时放随时吃啊。那、啊、吃的不行吗？就是放着、啊。快点加油！加油！不会坏掉吗？坏了啦。哦。不能了，不能。你要吃吗？不要。我不。这样不行。这样，你闻闻看。然后前阵子我还乱买了这个东西，哈，吹他！不要这样说，这到底谁的？而且就是一买完，然后直接在路上开吹，咋的？超疯！超喝醉酒，超还蛮晚的，不敢喂。我等下吹。今天直播学会一首歌这样子，这好像蛮容易的哦。哎、欸，我不会吹啊。有人勾小没有学？有啊，但是就是没来认真上课。忘记了，忘光。我只记得这样子好像是
哆还是瑞这样子？哆哆。然后全是哆。直笛吹好，这个也很厉害，就是它有这个孔啊。我是直笛小老师。那你要不要吹？你吹过了。那拿去洗啊，这头不是可以拿去洗的。我超会吹直笛。是柏林，柏林是不是那个？哦、对，柏林是直笛。他在 TP 征选的时候，对，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。直笛，对啊，我压根不知道。但我已经买完，然后就开始在路上，这台直笛超大声，穿透力很高，这样子。我在宝雅买的，宝雅买直笛，然后就呼呼呼呼，真的超吵，超好笑，超吵。然后林婷还那时候还戴高音卷，然后他说什么？就是他刚好有事情打给我，然后就一直听到旁边有直笛的声音，然后他说：“张婆婆，确定你要这样子？再这样，我就给你扒了一下。”超好笑！你讲话超好笑，好喜欢。对，封印，先封印起来，只吹了一次，就在路上吹，还没在室内吹过这个直笛，超好笑。哎、欸，这有根管子，什么东西啊？轻直笛的吗？Maybe. 我想一下，我还订了什么？我记得我还订了个什么东西。哦、oh, ，这是什么？钩针？这是什么？这能干嘛？东西都能干嘛？等一下啊！不知道，应该是吧？不知道，还要干嘛？我记得以前直笛一支要100块、欸，福利社卖的直笛一支100块，还是200，然后我们今天看只有89块。好可爱哦、喔！谁 ？Mina。我看不到，他是剪了吗？还是脚？没有，他把他的脚关起来了，是很不一样。脚关？他真的。刘海的。对啦，他剪了，但是不觉得很不一样？很不一样啊，很酷哎、欸。不怕后面突然跑出什么东西，原来没事啦、哦。这一月份已经不是了。嗯。为什么我的发音一直没有减少？真是神奇。蛮好的、欸。真的好可爱。他们当个有故事的人，你只演什么？他发了完呢、啊。他有故事啊！我们这里面的每个人都有故事，好不好？我们这里每个人谁没有故事？猫咪。另一只比较有故事，有在上面有说想听鬼故事，白痴，肯定。说到直笛的经典歌曲，就不能不提到《铁达尼号》，悠扬笛声。我要学，等一下我要学，借我，我要去洗它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你在干嘛啦？我在拆它，不是要先拆吗？拆头就好了吧。对啊，我猜错边啦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但是他后面就掉下来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超爱。我们反正我们就是买了直笛，在路上吹这样子。冲动购物，完全就是冲动购物的部分。自从有储备金之后，我就开始乱买东西。光是 Whole Life 中心就买了。8000。还没那么多啦，我今天算算才7000而已。是不是差不多该收手了？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是我还没有付的是7000，我付完的已经不知道多少了，笑死！不管啊，然后因为就觉得消费方式这种东西有点感叹到，就是真的是会很难改哦，就是如果开始习惯了就花大，就是随便乱买，看到东西想就买的这种习惯，真的会花钱花超快，而且除非你赚钱赚超多，不然不要。才7000，不是因为这东西，就是我这些储备金，我已经就是把它从我其他钱分出来说，这些东西就是要拿去花的，就是这些钱是可以拿去买我想要的东西的，所以就是不管我怎么用那个钱都可以这样，所以我还是会挑，不会什么都乱什么都买，好不好？目前几乎都是买抱枕类，然后我买了一件衣服，是一定会到的是衣服，然后另外有是 OMOCAT 的 Whole Life 跟那个 OMOCAT 的那个。联名合作这样，然后那个
我本来要订母美的，然后那时候他说还有 S 号，结果我订的时候上个商家说，哎、欸，我因为一次要，一次要买$150他才会一次先帮你订哦，所以 S 号可能也没有他那时候没有帮我订，然后直接气炸，因为我超想要母美那件衣服，然后就没有订到，看起来是没有，他说会一续再发给你们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种这么重要的东西为什么不在卖场资讯先说这样子。好，投保完了，好，然后，我买了 Crony 的 ，Crony 的就确定有订到了，对，然后，还买了木美的那个生日的那只猫头鹰娃娃，那、啊、你吹的很好哦，然后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不要嘘嘘的吹，就是大力的给它吹出来，让它声音饱满，让我练习。对，要破不破，要不然就给他全破嘛。是什么？都哒哒，不是都不降西拉嗦。灵魂第一首高云爵，哦天哪！这什么时候？这什么、啊？这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明天不然这个我破掉。等一下，我姐传讯息来跟我说：“天哪，你可以不要追吗？”你姐在看、喔。我姐在看，笑死！等一下，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哎、欸。明天表，明天表，他在为明天表演做练习。明天生日会的惊喜。他要表演这个。对，他要先练习一下。毕竟我们的东西都买了啦，不用白不用。对不起，没事。他还会发铁达尼号开金后毕竟他家有钱。超大工程。还会开？不是你是？他大家每次去后台都是搭计程车去，他刚刚就是搭伊巴航空。伊娃航，你知道伊娃航空是高恩爵18岁生日礼物给他的吗？股份就他的。对。不要练习到不回安安讯息，谁不回安安讯息？谁不回安安讯息？不是我，翁同勋吧？嗨。我不知道啦。欸，大姐直接传的悠扬笛声给我，白痴哦、喔。哦、我要暂停我的音乐。好可爱的猫咪。对啊，高家 TP 第一好哎，他家有飞碟，开什么玩笑？那个飞碟就是每天早上都必须停去，很强耶，停去九族文化村的飞碟。九族文化村还要跟高家租哎。他觉得很难听，他不想听了。对。猫咪。不会啦，把你捂起来。嗯。有钱的气质藏不住啊。藏不住啊，高子君。藏不住啊，你不小心露馅了。鸡皮疙瘩，你帮我拿一罐波蜜。好远哦！我想吹，我想吹。洗洗。终于，它终于有价值，89块，终于有价值了。放了超久，终于用到。你要来吗，妈咪？高家不是开启？关门了。高家不是开启台湾十大建设幕后推手吗？没有错。
直接政府都需要他，高嘉。是哈我吗？哇！刚刚被哈我，被冲进我一家房间。真假？对。他是哈我吗？我其实没听过。哇！忘恩负义小猫。哇！哇！你都忘记谁平常最爱最常喂你吗？猫咪。没心了。哎，脆心吗？你的大便自己清哦。他才不会啊！对，反正臭是我们。怎么擦？怎么擦？不是，就直接擦。是优氧提升。什么？简单，你还有纸底布？纸底布。让我来为你们展现优氧提升。我想十一月就是会做准备。十一，这是十一月的。你好高哦！高什么？你又不上不去啊？第一看这篇文要多加一位土豪了。对啊，怎么会没有人提到高嘉健顺呢？这么有名，等很久。几乎包办所有交通工具，对啊，高嘉。哎，那你吹的他气很稳呢，刚刚呜呜呜呜。高捷、高雄、空厨都是高嘉的产业，没有错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然后还有什么？高速公路也他家的啊。对，高雄都他家的。难怪改名字。嘿。高端疫苗也他开发的。他投资的，高头大学，对啊，就是这么有钱，大家不要再质疑他的金钱能，金钱能，就是这么有钱。我觉得在粉丝们受不了之前，林居威先受不了，超吵，我们时不时就是大屁股啊。不是，就是平常怎么会有人去捡？就是解剖人龟，常见的那种草龟的。那邻居会先受不了。猫叫啊，然后大提琴的声音啊，然后四个女生在那尖叫的声音啊，都他们都挺过了，直笛是他们最后的一个。对，好强啊！为什么？不过是南管小天后，好烦啊！我想起了那个晚上还是早上的，早上。为什么要？好强啊！为什么？这种程度不一样哦。对啊，你在那边给我装。啊，我被。我们到底是你到底为什么那天要这么早啊？你们叫我叫你们起床、啊。为什么忘记了？啊、是哦。早起来吃饭。对啊，但你们好像。我没有醒，但是我们对你们没有起来，你们只有醒来而已。对啊，我们传个讯息说吵死了，那我很难过。说好一起吃早餐，为什么吃早餐要揪成这样子呢？吹杨丽春前一天晚上说好了，你拿什么吹啊？那个中国笛啊。你好，哎、欸，他在喝水。好可爱哟、喔，好棒哦、喔！在家，猫咪喝水。猫咪喝水，好棒哦、喔！猫咪专心喝水。不喝。Focus。对啊，回家喝水。回家喝水。哈！你在甩，我以为你在甩他。
是真的水太狼狈了，怎样？那部用跳的曲风还不一样，看一看嘞，呼呼呼，然后嘟嘟了嘟嘟嘟嘟，超强。It's okay， 你要不要吃饼干？什么饼干？阿华。忘记有没有讲过在？耶。也是跟什么关系？我还没吃完饭，跟廖晴回家的路上，然后就会聊说什么我们四个人到底是什么属性的魔法师。那廖晴说他是火啊，就是狮子嘛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最后决定好像是木属性，绿色的。然后高恩觉得像风，然后王安佳也像风或者水之类的，就很太极的那种。大师就是有悟道的那种大师的感觉，王一佳，他又在喝水了。他是一天只喝这次水，两次。没有，因为那个水没有在减少。是啊。他是有加啊。早上有喝，有有加。对啊，他前阵子是在闪灯的，就是很低调。我忘记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就是这里啊。一家是僧侣吧，很烦的那种，很烦的那种就不用讲了。来，这我可是唐三藏女孩，宝藏女孩。刚觉得之前我问他说他想要冰魔法，他如果有魔法的话想用冰魔法，但我觉得他比较适合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如果想要冰。我要来申请交易补助金的。哎、欸，我申请。哎、欸，我也要。这个不是诈骗吧？不是啊，这是卫福部网站。我很怕是詐騙。工作那栏就填演艺。哦、oh.。演，我是填演艺，因为它必填。有这个选项哦。它不是，它是空格。哦、oh.。然后你前面最前面那个基本资料你就填不是，就是非本人本国人，但是非上述的种类的人这样子。练冰魔法前要投赏，不用了。我们是什么？杰克多罗也没有。投保什么？我没有投保。本国人非以上身份是吗？对，实际实现，我是选这个。嗯哼。嗯。那你这个是有啊？否啊。好。就其他都照实写。嗯。啊，需要拍照，还要上传档案。所以可能就用电脑填也不错，因为要上传档案，上传那个隔离通知书。哦、oh.。嗯。什么意思？是什么？哈？存折，嗯，要上传你的银行存折的照片，你可以请你妈拍。什？就是那个疫情被隔离的话，你可以申请补助。然后我们都没有投保啊，我没有投保。嗯，隔离是什么时候？没有劳保，我忘记了。我是什么时候隔离？看你的那个通知书上面写多少。哦。嗯，因为我提早就隔离，我提早隔离，因为我自主防疫嘛。可是我确实开始隔离的时候是24号。嗯哼。什么？八月。嗯。九月。嗯。应该223之类吧？你看一下你的隔离通知书写什么啦？可是我的隔离通知书。他要上传通知书哎、欸，你没有通知书你也不能申请啊。最近删除。你截图我要档案嘞、欸，可是现在也不能下载了，因为他那个，对啊，他剩三天嘞、欸，对啊，是没了，嗯，嗯哼，看关账啊，关账不准，关账比较慢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贴纸是什么？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假如生物哎、欸，是截图对吗？什么截图？那个隔离通知书，我传整份档案嘞、欸。整份档案有截图、欸、有剩下载。嗯？啊？你要说整份档案？
友善下载吗？我用电脑填的，我就把档案然后拖到那里，就这样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也用电脑填。嗯哼，我平板在更新。哇，我平板超久，平板是国中的时候的平板，现在已经大三了。然后他要更新到 iOS 16，希望他不会出事，他还是可以照样跑。嗯哼，谢斯坦送的送你上看板，听起来很嗯哼。我没有，就是那个卫福部吗？结果卫福部的那个，就是被隔离的那个补助金。他说我的申请过，但是我没有，我不知道钱下来了没。很快欸，填完的隔天就说。申受理完成这样子，好可怕！谢谢包 reset， 是不是早知道买周边的钱省下一点，买一个新的？没关系啊。我也没有这么多钱，说真的，我的储备金剩10000块，然后目前还要再花7000嘛，所以剩3000哈，3000能买什么？你说那么买？嗯，丁杰确诊了，对啊，不过这几天他都请假，很棒。这几天练习他都身体不适，然后请假，还好他请假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让我最近变那么穷了。我给你们看，我买了的东西。抱枕吗？不是，抱枕已经有点久了。抱枕不是有点穷，抱枕是很穷。哒啦！哦，就是他，就是他让我变穷的。我忘记我买多少，应该是有没有便宜啦？毕竟是成员，但是也是有一定的价格的。我从去年生日会就讲了，是不是？我下手了，我真的买了。他今年的也蛮可爱的。他今年的是什么？救命！哦，是还没公布。还没公布。你知道我怎么看到这东西吗？就是我上我们官网的次数真的是非常少。然后有一次是因为我想要看麻油的圣诞梯长什么样子，我很精致，然后我就去查，然后我就因为查到一个43岁的丹青麻油。43岁？哦，好像是回事。有这回事。然后我就去淘，反正就找到我们官网点进去看，然后生日 T 就哦，我们的生日 T 竟然还可以买耶！那我就买了平安的生日 T 这样子，直接就跟姐买这样子，哈哈，小贝贝，现在说的就是我是有小贝贝的人，他的脱线程度其实跟我小贝贝没有差多少，因为小贝贝真的很脱线，你有看过？我看过，真的是本吓的，对啊。你看他画的，是不是跟我有的比？也长这样吗？听说是。他的本体真的很脱线，很厉害。那你有拍过他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哦。他有时候会出现在客厅的地上。客厅的地上。一条一条的。就你在客厅，然后脱线的时候，对，粉红色的小线段，就是我的贝贝掉毛。
全部都是塔塔这种提亚拉的东西，去百货展买的。哈，我小贝贝，这很正常，好不好？这超级，而且他都会睡一睡，然后手就穿过你的线，我睡睡，真的很完好啊。是吗？我觉得很破嘞、欸。比起以前，我记得臭名很有那个。常看纪念院校。他是不是有剖过的？好像。抱着他就想睡，很放松哎、欸，还有我的味道，赞，赞，对啊，睡一睡就是会勒死自己这样子，就是这个这条带子，然后就会很变这样啊，然后就是手要起来的时候就勾到脖子啊，干嘛的这样。现在宿舍组是不是只剩小晴没晕平台？但这个没有到，这个拍起来是不是长得超小？看一下，他本体更破。这跟他的小妹妹比较像，哦、oh. ，是这种材质，薄薄一层的那种。我的是比较厚的，对，它比较难破成那样子，它破那样子应该。它是超破的。对啊，受尽时代的摧，时间的摧残。你不用再跟我买，不用啊！但是就是让我意识到我这件事情，意识到它也可以买，它还有剩，怎么还有剩呢？你们买起来啊！不过剩的都是一些蛮猎奇的尺寸，什么。超最大号啊，或是那种最小号之类的，就是很难卖出，比较难卖出去的尺寸。李小晴有晕品寒吗？有吗？没有吧。欸，最近因为讨论十二月生日会的东西，最近有跟品寒聊天，然后就觉得，哦，好可爱啊！有没有人理我那张图片？是不是没有？你那张图没有，一句都没有回。他们很失礼。然后我传了一，然后一家戴那个爱心墨镜，然后耶。他们很失礼。然后我就，因为那时候也时间也晚了，对，然后我就，没有人要理我。对，传王一家的迷因图去十二月生日会讨论的群组，就是那几个十二月寿星们，然后没有人回复我，直到我回其他东西，然后才有人回我，平台才回我说这件衣服可不可以？他说可以呀、啊，这样，然后完全没有人理你上面那张迷因图。我很像浴巾，对，它的材质像浴巾。所以有几次，就是我把浴巾也丢在床上，然后睡一睡我就抱错条，我也很像。就我很喜欢那个触感。哎、欸，我的哦，天啊，我的肩超爆烫，它现在是16了。卡卡要平衡的衣服，你有很多，你为什么会有很多平衡的衣服？哈？哈？哈？不对吧？还要更新之后可不可以换字体？欸，你看我的那个时间变成。粗体字了啊！它可以改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是新？对啊，是怎么改？不是 Siri， 长按吗？我看过。表方可以改，可以设定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我就先讲吧。然后。还这样哦！我前节目的品牌，我忘了跟你们讲。什么？哈！会扁掉吧？压扁。他梦到品牌很恐怖的梦。对，我忘记了。Okay. 我记得我打给高英学一些关键字。你忘记你梦到什么了吗？我要想一下是什么， 因为最近原梦太多了。而且就是会很恐怖，跟现实混淆，就是。我就是那个，就那个梦有点黑暗的感觉，就到处都在冒烟，到处都在看。他那时候在公司看到我就很兴奋的跟我说：“花姐，可以说我到超品牌。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什么？”他跟你讲一个很恐怖的梦，他说：“我要不要帮你跟超品牌讲？”我不要，拜托不要。超好笑。那这好像不能讲，那关键字不要。不是，是果果。秋美兰是仪式。秋美兰仪式。秋美兰就是看在那个梦里面，她是就是那种神秘女主角的感觉，然后就是我要去了解她这样子。好好笑。然后就仪式。救命！
对，疑似有不好的那什么嗜好，然后果果是确定有这样子，然后他说那你也有吗？他就说就好像有一些什么，他好像有在吃安眠药之类的东西，对，然后他就指示了一圈，手上有一圈紫色的东西，然后有一根管子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说那个时代有点，不是现不是现代，可能是那种电影里面那种大财阀掌控了这个世界，然后人民就过得很苦，然后就是要打斗去提升自己的段位，然后让自己过很饥饿游戏的感觉吧。然后，然后他还载我上学，骑车载我上学，酷吧？骑机车，挺寒。而且那个就是机车，我不知道最近可能睡梦就睡了，睡觉品质太不好了，然后那个梦的品质都很清晰，然后就感觉机车有风在吹，应该是窗户没关很冷，然后对平常骑机车载我上学，然后等一下，我好像开始叫我设定。他看得到路吗？看得到啦，他坐前面那不是我坐前面，机车欸，机车还好吧，机车看不到路也太难了吧，多矮。对啊，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一个家里面，就是上学哦，我们还去了一间莱尔富买东西，原本有点跳痛，就是他，我们才就是在莱尔富里面逛，那莱尔富超像什么迷宫之类的，莱尔富怎么会像迷宫呢？然后连到外面的出口都有好几个这样子，有些会到那种什么地下室，到里面是那种地下擂台，就是很破烂，都是抽烟喝酒的那种人，然后很多铁网，像 Apex 那种。一些地区的感觉啊，他在前面踏板，他在我那，他当然要踏前面的踏板啊，他要冲了，他飞上来，喂，哦，手拿你的脏脚在踩我的平板，去，不是骑机车，也不骑走，骑普通机车，就是那种最普通的那种机车，是对的吗？然后。也不是重机，就是机车，然后载我上学。然后那个路很漂亮，就是一路一个就是，有点像小山坡这样子，缓缓的山坡路这样子。然后路很大条，然后两边都是树，然后前面有夕阳。我想到我们合理申请那个的理由，就是我们参加不了演唱会。对啊，我就说演唱会延期了。对啊。没有工作。可他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打的理由，对。合理啦，合理。的确没有工作就不会执行呢、啊。什么笔啊？嗯，他又在这里了。我想要。你要不要上班？天哪！有没有触控笔？没有。曾经有，但只能抽。好可爱哦，猫咪。越来越大只了，你看侧边。好可爱哦，猫咪。下去。丢掉。阳光剧场免费，还要去吃饭了！天哪，胖子。什么人养什么猫啊？还有。你刚对着我讲。先生。那机车好像是蓝色的，就是比这个蓝再黑一点，深蓝色。你们看过有用电脑签的多丑，触控板签超丑。你怎么又在吃饭了？好胖哦！他们要改名啊，从狮子变胖子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我妈好像被炸死，然后阿妈的卡被盗这样子，然后被盗就是很明显的电脑画面直接全部都错误 ，error 那种的。然后就很慌张，到底怎么办呢？然后平衡就是
说他先去其他地方办个事，然后那个事好像就是是这个事吗？不是，哎，也有可能啊，但不知道，他就很神秘，他就是在梦里面是一个非常腹黑的一个角色，非常多谜团，但是我没有解开就行了，也不会再去继续解了，好想知道、哦，我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对啊，飞在转世，对啊，哎、欸，我人生有梦过三次品寒。第一次是梦到他在游泳，他穿泳装，但是完全不记得讲怎样记得这件事情。然后天哪，已经是一个可以记签名的年纪了。对啊，真的已经21岁，而且比我们大1岁。你快了，快了，很好，你快了，好好，在那个梦，那个泳装梦我记得更清楚，不知道什么。那品涵的爸爸很热情招待这样子，还是他爸爸吗？还是谁爸爸？忘了。那最近梦有点太清楚，有些如果梦到一些很现实的梦就会搞混。如果梦到一些太现实，像什么跟同学讲话，问他什么事情之类的。我记得我梦到说，哎、欸，同学可以传那个讲义给我吗？然后我当隔天问他说，啊，我不是有问说你们可以，你可以传讲义给我？他说没有啊，你没有问啊，什么东西？直接搞混了。又胖了一点，你说现在比刚才吗？嗯，那他已经吃到了。他现在是最近都不会睡这张椅子啊？他最近都睡，不会耶。他今天有睡，那么很棒啊！他四只脚都在我的平板上。嗯，没有，他早上会睡的。他会去找你睡吗？嗯，嗯，好棒啊！好可爱。他给摸耶，好棒哦！他先咬上咬我的脸颊，你现在咬你的下巴还是咬的？他在咬我的脸，胶原蛋白。现在已经不疤已经不见了，是有两条，他抓的很大。你要不要信呢？他对平衡的小贝贝有兴趣，而且讲小贝贝就讲小贝贝，小贝贝呀。对啊。平衡的小贝贝，嗯，小贝贝，对啊，那时候没有仔细看他写什么、欸，小贝贝超可爱，我直接想买。那时候看到他画的有点恐怖，就他的眼睛是全黑的，我怕眼睛全黑的东西。我也是。嗯。天哪，好大只哦、喔！他现在这样哎、欸，现在什么胖子？因为他嘴巴这边一直都粉粉红红的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嗯，而且就是他咬你很痛，可是就是他两块肉会在你的手上，就觉得很可爱。狮子握手，因为他肉球现在没有这么软了。狮子，他不会动，什么都会动呢？他怎么烂坐在我平板上？你才刚。上完厕所哎，滚啦！下去。对小贝贝有兴趣吃货哦，我去年12月，一年前的现在，可能没有到现在、啊，可能快一年前，就是我想要买它了，我真的买了，好棒！现在我真的觉得，就是我要变成双推了。对，我啊，跟品涵呢、啊。好啊。你看，好可爱，好白哦。我一直觉得它一定要变灰猫。嗯。你看它的尾巴。你看，
差不多跟马路一样吧，狮子。他知道他叫狮子，狮子，狮子。尾巴尾巴，你要看尾巴。我们没叫他在摇。狮子。狮子。小猫。小猫。没用啊。马路。你叫马路哦。狮子。狮子。狮子。它是长好快，所以我想说它刚来才是我们一个手掌都可以捧起来的，这就是小生命长大的感觉。我们以后养小孩也是这种感觉，感慨，因为小孩更有感，还有自己的意识，然后还要叛逆期这样子，很好看耶。买，那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精油吧，香水的。好看，好看，哦，好高级哦，有质感。那这种有质感的，在我们混乱的房间看起来就是垃圾一样，不要买了。先找到 IKEA 的周边吧。那一包怎么会不见？一包那都是卡贴纸跟卡片。那我把很多都放里面，因为就是一片一片都放里面。扩香石。喏、嗯。你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推荐的精油的味道啊？就是可以有助睡眠的。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佛手柑很有用，但我现在没有佛手柑，我现在只有橙花。狮子，狮子，还是叫它柿子，柿子也很可爱。真的很可爱耶、欸。嗯。还有我们养第二只猫叫狮子。还是我们叫吉亚。吉亚里昂。昂。狮子的台语是什么？塞。塞。你知道，就是我们在确诊期间，他们在我姐家嘛、嗯，然后我姐他们就觉得狮子好像有一点太普通了，然后他们就想说，狮子的英文是 lion， 还是他就叫做利用，所以他们在叫叫里昂。我以为是莱恩诶、欸，里昂，里昂很帅诶、欸。对啊，你要不要叫里昂？狮子，我喜欢狮子、欸。里昂感觉好凶哦、喔。狮子好可爱哦、喔。狮子。很适合它的颜色，就是那个项圈橘橘的感觉。那个项圈真的是。里昂。里昂是什么？狮子。狮子。狮子好，狮子比较。贴近他现在的名字，狮子，狮子，没不好叫狮子还是狮子，就想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小孩没这么快，幼儿时期照顾起来真的很辛苦，对啊。嗯，长大就没事啊，他已经在长大了。长大起来就是要花就是那个钱哈，他会顶嘴。他已经在长大了，我家的小孩还是幼儿。对啊，救命！真的，我不是想要看他长怎样，我不想养他。我不是想要看他长怎样，我不想养他，所以还是不要养小孩了。这小孩感觉很痛苦。我前阵子就测那个 MBTI 测验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因为很不，他东西就很极端，因为他不是 MBTI 是 ENTP 好了 ，E 就是外向跟内向嘛 ，I 跟 E 啊，然后看对事情对外理解跟别人理解什么，反正就是四个两个，就是两个四对极端的东西。可是这种东西就是很看当下，你可能面临现在就期中考，你做什么东西就是想要理解事情，想理解，就是你就变理解那一派的啊。然后你今天你郁闷啊，就不想要你朋友，就觉得说自己朋友应该很少吧，自己应该不会想要社交吧，所以就变成I啊。所以我觉得说根本就是看心情。那我去查，然后就有说有心理学家说这根本就是比较复杂幸运饼干而已，就是比较复杂，但开出来就是随机这样子。是很像，哎、欸，吃到地上，什么问题？好可爱哦、喔，它跟你住在一起。对啊，你看那个颜色跟我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你看，白色这个颜色跟苦条纹，好可爱哦、喔。亲子装，好好哦、喔。你这是爸爸哎、欸，你是爸爸还是哥哥？叔叔。你是
你看他肚子是白的，我肚子也是白的。谢谢。他的爪子是灰的。没有，不是，我灰的就恶心了。可是我目前觉得我自己听起看起来，我觉得我要喝。我觉得我自己最像的就是 ENTP 啊，辩论者。你真的很像，你不要再测，你就是的，好不好？可我之前测出来是黄色的，还又有测过蓝色的。那我小时候测是竞选者，跟他们一样。这是竞选者数很多啊。我就是个挑剔，挑听者。你真的很挑听啊。对啊。很天平。或者是竞选，廷，你是竞选，他跟刘老师竞选啊，我小时候也竞选，然后蔡安顺也是竞选。哦，我想说这世界上竞选者是特别多，我很少看到黄色的，我通常都看到紫色跟绿色的。黄色是什么？忘了。我猜，我猜。看一下有什么？对啊，你不知道什么？什么、啊、？ENPP、MBTI。哦、，MBT。完全不一样。我就想一次，就是我朋友的表妹，就有一次就是在。他跟他表妹聊天，他就说：“哦，这是那个啊，是上次给你出的法法、啊，法法是那个28K 的吗？”哈哈哈哈哈哈！28K，AKB48TP变28K， 我靠，28K， 我笑超久，28K， 谁的？哦，头好痛，好笑。不行哎、欸，嗯，你光看名字就要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对啊，听起来很贵。那你觉得是什么？我没有看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是不懂啊。我阿嬷一定是守护者，我知道这个，看着那的那图比较准的。不是测验，他就是出生就长这样。所以我记得只有24K，我是248K。大家好，我们是248K。不是，是这数字要英文念，我们是248是什么 ？248嘛，248。我是248K。这一幕也只有8K 而已，这还不是我镀金的。纯金的荧幕是不是？好胖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喜欢哦！真的，我以后一定会变成很宠小孩的。就是说会很凶，但其实是啊，好痛！跟你妈一样。臭猫。他咬我。你有看吗？哪个？这很久了吧？我真的第二个。好小心！下巴下，你看是自己咬的。你有看这个吗？好痛哦！大家，它咬人真的很痛。它咬人真的很痛。我们是可以买磨牙饼干的。你们看那条猫，好大只哦！好壮啊！一个手掌可以捧起来的，它现在是一只手臂。哎呀！救命啊！啊！猫咪坠落。还好啦，没有很高啦。那你有看这个吗？黑金。你看一看。哎呦哎呦！臭的，本尊啊！你要看我，哈哈哈哈！你不要看我，真好笑。要睡的啦，
真的超可爱。啊、不要玩食物，还有食物吗？那是什么？猫咪经费，我还没拿。公安事故，看一下。没事没事，好的很嘞。有椅子，这边有椅子啊。他要去喝水了。好棒！王一佳，你喝水了吗？嗯。马上喝，好不好？很棒，很棒！感觉帮我拿波比。妈妈，我们一起喝水。救命！你看一下王一佳，他们一起喝水。不要跟他叫水了，他直接吓跑。妈妈，妈妈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地上流水好像很好喝，然后连王一直都想跟他抢。哎、欸，还饮水机很高级呢。嗯。就是难拆的。饮水机比我的水高级好多。我们的电费变那么高，是不是因为它？没有可能嘞。二十四小时运作。还是我先关掉。关掉它就很高了。但想说我们前年有一次电费到9000多块，我那时候真的吓到。在干嘛？我们在干嘛？开冷气吗？开冷气、啊。开、哦。每一边都每我们已经度过夏天了，恭喜。对啊，冬天就变那个啊，瓦斯那个什么天然气。今年是没什么开啊。嗯嗯。哦。有吧？今年很爆开不是吗？嗯、我觉得、欸。没有吧。我觉得是因为我买了电风扇。之前比较爆开，爆开，狮子，你看这栋电费都是你的，你要争气点。对啊，你要去街头卖艺了，你要帮我们赚钱。你已经满周岁，可以赚钱了。屁啦，还没满周岁。他是不是才三个月？两个月。对啊，两个月，你可以永远都两个月就好吗？可爱了。我觉得他已经过了那个，感觉再小一点比较可爱。嗯，就这样刚好。他以前跑步会一跛一摆一摆的，是那时候最可爱的，就是那个哒哒哒哒的频率很奇怪，哒哒哒哒哒，两只一起。对，他现在已经分开了。对，好难过、哦，没那么可爱的啦，狮子。现在很，看他在长大，他就不能用这个项圈了。可以啊。是吗？他可以伸缩。他可以给成猫用啊。可以啊。哦，那就好。好棒哦！因为妈的不喜欢带东西。因为前阵子我跟刘晓晴在宿舍，然后之前我们俩在宿舍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，我们在看《转身就是剑》，然后超好看，感觉超好看，好不好？然后结果看完就发现猫咪怎么找不到，我们超慌张，行李箱啊、沙发底下啊、厨房后面、阳台都找过，就都没有，我们超慌张，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帮它装个铃铛，就它在我们房间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也是找不到他，找超久，结果我就后面就有点放弃，然后就去房间弄我的东西，然后就看到他哒哒哒从我家的房间走出来。他下午明明去我房间找过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也去我房间找过啊，就在门后面之类的。听说儿子才满周岁就要工作，哦，他是女儿啦。对啊。他是女儿哎、欸。哦，对。你的脸有点脏哎、欸，好可爱啊！那两坨肉，我就是觉得他手有点脏。他手一直都很脏。那他在干嘛？去厨房。他还帮我们擦地板呢、啊。是吧？弗兰，我女儿，他就说：“对啊，弗兰超可爱哦。”那你就不用。直接变萝莉控了。谁、欸？没有啊。是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你看你会觉得它超可爱。很多动画。对啊。母猫发情应该没有像公猫这么可怕，不好说。有。我不知道。有。
有吗？王一家？嗯，母猫吗？很恐怖啊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什么时候啊？九个月？五个月？我忘记了、欸。那么快？蛮快的。七到九。蛮快的。原来你就会每天早上听到他的叫声、嗯。晚上也是。好他不是这种叫声，他是。哎呦，最近福袋也是。现在在叫他都已经要疯了。对啊，我们大学这是每次在九点就会有宿舍就听到猫叫，超大声，就是发情这样子。结扎就没这回事，结扎到底他们的心理感受是怎样？好好奇哦。对啊，我也好好奇哦。还是我们去结扎一下。你是知道你要被结扎，他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对。那他的生理上调控会有什么感受不一样？我好好奇哦。会不会空空的？不会，把它只绑起来而已啊。听说麦伦那时候肚子上有一个洞，可以戳进去的那种。嗯哼。好恐怖、哦。春天还远的嘞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那时候就差不多发情了。小猫。岁数也差不多。请你住口。太难了。你很酷，感觉谢谢，我知道我很酷。对，现在是咪咪叫，之后就会更凄厉，拜托。然后就会喵喵叫，好烦。可是我觉得，这哦，它又咬出了疤来了，救命！然后会觉得它之前叫成这样子，会不会发情？其实也没有差太多。好吧，就。他现在是关着门在叫，就是没有人在客厅。他很撒娇也好棒啊！他真的撒娇。超爆撒娇。那个床单是怎么回事？他喜欢人。哦。喜。他那个白色是我们的吗？是我们，都是一起的。哦，是他的。连着。酷。好可爱哦！整组拆掉，是不是就不会经痛了？对啊，结扎就不会月经嘞。要不要结一下？可以拆开吗？结扎之后。拆开。你在说什么？啊，可以让我暂时不要月经，需要的时候再来就好了。需要卵子的时候再来就用就好了，麻烦了。还是去冻卵？这个年纪。这年纪冻卵。对啊，新鲜卵子哎，挺不错的吧？可是看那个排卵针看起来超可怕的，我是怕痛的人，意外的，感觉养了狮子之后没有那么怕痛了，是吗？嗯，就会觉得那好像其实没有很痛，哼，与动物交流真的是好主人，也不至于啦。很贵，不是买 iPad 到毕业就不会用了吧？它也可以拿来画画，它比较，我觉得它现在比较不好就是它的电量，很奇怪。我今天早上两四节课就把电用完嘞、欸，是怎样？超扯，100%变19%，12%。我开一个什么？我是什么在耗电？我想一下，因为我用那个 OneNote， 不是 OneNote， 那个什么？Microsoft 的软体，对 OneNote， 它是超好写笔记的一个软体，然后 App， 然后我是开什么？我想一下，我忘记我开什么了，因为看起来很不耗电的东西，哥耗了很快速的消耗了50%的电，哇，不知道是怎样 ，Chrome 吗？还是 Safari 之类的？我忘了，我真的忘了。手动开关吗？我不知道、欸，结扎是可逆的吗？哎、欸，子宫这个器官也蛮大的吧？就是，好，其实没有很大，蛮大的。就是如果摘掉之后，不会很空吗？好可怕、啊！我会想要有自己的小孩，但我不会想要自己怀，不想要生，不想要经历的东西。我可以把我卵子给别人帮我生吗？你就去 App 看。
看你小孩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不一样，那都长超假。iPhone 没用过 ，iPhone 不是 ，iPhone 还行，我 iPhone 还没有到很旧，但平板真的是有旧到了 ，iPhone 挺好的。哎，激斗出的那个角色，你喜欢的那个，小只的，喂什么壳什么的，就是小小黑黑的，就是小小黑黑的人，他超强哎，维克什么的。维克斯，他超可爱，吉德把他做超可爱。后面还有他笑了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影子，黑黑的一坨这样子。维克斯，代理孕母，对啊。如果结扎是不是就可以合法的请合理的请代理孕母？合法我倒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合理吧，因为我没有子宫啊。还是我去结一下。不会啊，还不会啊，太早。哦，那我们明天早点出门好了。你要叫我？黑暗小法师，对啊，他很可爱，他很强哎、欸。意外的，他是走什么中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哪一路的。但是我看有人把他玩得很强，就是队友玩得超强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是角色问题还是人的问题？应该多少是人的问题。人操作的好，当然有差。听起来很合理耶，都能领养，情愿生一个然后领。对啊，是吧？他就长得像我，好好奇，真的很好奇。算了，可能现在年纪太小了，不会想要去养他，可能以后就会了。听说乌克兰这个产业很兴盛，代理孕母吗？认真吗？那我要出发喽。那怎么把卵子送打进去哦？好痛、啊、辛苦了，对啊，辛苦了。怎么了？想发点什么，但相簿真的都是猫咪。再帮你拍，你可以发我的照片啊，我传给你。好。我不想发，但是我想。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共用账号。对啊。别闹。很方便哎、欸。方便。我就不想发文哦、喔，可是想要分享照片给你们看。一举两得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白痴面试会下大雨。感觉会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睡觉，我有点后悔，我有点后悔，刚刚睡了一点下午觉。以前不是现在醒了，现在有点醒，我觉得完蛋了，应该要让自己累一点。他要发限动了吗？感动哎、欸，有吗？发了吗？没有发过。我传给你啊。要想发的也都是猫咪。哎。啊、哦！天啊！我自己猜就发出去了，笑死！你可以发我昨天传给你的、啊。是不是超帅？我超帅。不要，那是以后会用到的，真的。嗯哼。秋萍真的超可爱的。已经要阻隔了才跟他讲到话。比较分组。对呀、啊，我一想到说，就是我们之后不是同一组，觉得好难过。来吧，欢迎加入。白痴，我们这边有林姐。而且最近觉得意外一个，发现一个超好聊，然后频率超 match 的人叫张雨林。我有跟他一起练舞，然后就
就听他喷那些垃圾话，他跟柏林跟我一直在三个在狂喷垃圾话，觉得好开心，好好笑，然后这样两个笑声又很捧场，就好赞哦。然后什么都很爱笑，什么梗都接这样子，好爱啊张雨林，他也有点小地狱，好喜欢哦，一起地狱好伙伴。真的，如果这种人都下地狱的话，那我宁可下地狱，比较好玩。你是不是真的想被干死啊？对啊。是吗？看起来是医院外面的地板。我好确定是中途。我来喝波蜜配橘子了，超健康吧？然后把我的小贝贝放回去。他的吃起来太可爱，把它吃下去。他现在看起来活得很好。为什么他是不敢跟我们讲说他给谁？就已经知道了。对啊。干嘛？干嘛？心虚啊？有什么好心虚的？哈喽，张爸爸的粉丝们，大家晚安。我要看。大家赶快送红包，趁他不在。大家，我全送起来哦。耶！Hello， 大家好。皆さ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Reset， 好开心哦。耶 ，Reset。要公演了，王一家。啊，还没练习。练习MC 要讲什么？大家，我们来募集 MC 话题啦。大家想听什么呢？自己想不到就问粉丝。有没有好奇的题目？有主题呀、啊。其实我不知道粉丝是喜欢看我们玩游戏，我也不知道聊天对啊。还是看内容。嗯，看内容。爸爸演戏啦，还不错啊。我们的风铃草世家该出第二季了吧？可是不同人没差、啊，我们可以演上下集啊。我说上集是 MC 3，然后下集是 MC 4。很可以耶，这还不错。要不要？但是感觉要是那个最后一场。哦，对了。哦，狮子，你看啦，他多问号啊，他的脸。狮子，你很，你看。天哪，我刚刚走的是房间，真的没有看到那个周边，我讲吓死我。你好坏哦。好恐怖啊！我也不见你。走。红包！我的天哪，谢谢红包。真的有红包，是不是？我还抢到了这么久，谢谢西坤给的红包。谢谢。平衡终于跟大家熟起来了吗？讲像老爸一样，怎么回事？哇，你是他爸吗？好，你是十五半罐，好好喝哦，波蜜。对呀，喝。他营养也太低了吧？就是那个，他不是有说加了什么东西吗？然后超少。谢谢 Q 汉子送的告白气球。MC 想好了吗？还没。MC 什么 MC？Reset。
还没，怎么可能？这东西就是一个礼拜前在想的吧？好，确诊感想。我们有人没确过吗？对啊，没确过奖项，为什么自己没确？检讨一下。没有，介绍一下自己的防疫措施怎么做那么好？什么平常口罩戴很满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可恶，我确过。你们从这一波，从这一波。我从屁股播。有会从上面播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，太久没有播橘子了。我应该是屁股吧？你就从屁股吧。你只知道不要乱立起，就是我。才刚说完自己是天选之人雀，大雀特雀，撑很久，你很强。对，我撑超久嘞，但是敌不过啊。就是不管，真的是不管什么疫苗都没有用，那病毒量直接超爆高。狮子的话题的没看狮子的直播，给不到。猫草组，我们这里谁还没，还有谁没养猫啊？很多。嗡嗡。菜友可以跟算探级了吧？干妈，四个干妈。哎、欸，但咪咪真的是除了菜友都有养猫、欸。对啊。好猫、哦。还有谁啊？小妹、安安、王一佳，我们四，我们几个都有啊。还有一只咪咪嘞。三人共用。对啊。共用共养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谁？品涵，对啊，品涵也有啊。品涵。那不是他的，不是他的。对啊，那不是他的。好吧。他们几个都没有，家里也没有。这首歌超好听，而且唱这首歌，我第一次听到是在广播听到的，我还听什么中广96.3之类的。这首很常在广播出现。对，然后我就听到这个就啊好酷哦，怎么有这首歌？然后我还以为是男生唱的，这声音比较阴柔，男生之类，就哇我是女生，我直接大开眼界。国中的时候啊，你还养切放？切放是猫吗？它是鼠吧？你人家跟我分吗？没有。我分呢？这是很疗愈。没确诊可以讲隔离感想，有啦，有隔离的应该都确诊了吧？我现在正在嘴破，吃橘子刚好。不会啊，对，万圣节耶，万圣节要到，今年万圣节没有准备东西耶，在期末期中考。三个自己一定会中的，还是会有这种现象，就是觉得说，没其他其他组应该都会讲万圣节吧，那我就不讲，就完全没有人讲万圣节这样子。我们是不是又很久没有 reset 了、啊？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那其实离万圣节又有一段时间。对啊，十一月，十一月什么节啊？玩家生日、啊。嗯，好。还是 MC 讲玩家生日，不过好像还不错。对，那个你们的你那个 MC， 第一组 Q 自己自肥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生日快到了。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啊？还是我们主题讲说我们最想要什么生日礼物？想要一栋房子。我想要一个信义区的地契。我想要一个我想要一张黑卡。感恩节、啊。
感恩谁？最想感谢的人讲过啦、啊。有啊，有很久以前的东西。我喜欢一只黑猫，你可以变成黑色的吗？把它涂黑。你知道粉红贵宾吗？嗯，是有人把贵宾拿去染成粉红色，好可怕！对啊，然后谢谢，然后就对那个狗狗很伤之外，重点是长得超丑。他想说，最好会有人想养粉红贵宾，看看很丑。有人想养啊，很丑哎、欸。有人染那种七彩，不是真的很丑，不是他那个粉可以挑淡粉红就会好看一点。对啊，那个荧光粉 ，Full Panda 粉，他要成为全场最亮的仔。对啊，他要去外送是不是。有人家房子要黑卡，但中间好野人只想要猫，这就是有钱人啊。他才不。还要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好丑、哦！好看的，不是真的是很多只是怎样？大家都疯了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庸俗愿望，但是，就这么庸俗，我们也买不起啊。啊你们说的房子在眼里是房间，可恶啊！有钱人。如果真的想，如果就是那种神灯类型的许愿的话，我会想要我有一个跟我教授一样聪明的大脑。我只想要这个，现在眼前的，如果真的很想要的东西的话，或是魔法，魔法倒还好，就是这世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只有魔法，就是会被当成就是表演的工具那种感觉，就觉得还好。我现在运气很好。我想要带三个愿望，贪心啊。他还看陈思雅的《阿木老人杀》，两倍速。不老不死，我没有很羡慕哎，实在是。如果很痛苦又不老不死，不是很惨？就你妈死了，你爸也死了，你的好朋友也死了，大家都死了，然后你自己还没死，这样子，那就是你喜欢谁呢？谁都会先比你早走一步。这是我绝对不想要的愿望。真的有人想要长生不老吗？地球毁灭都还活着，那你会惨吗？反正宇宙漂泊的样子，宇宙消失你还在这样子，啊、超越时间。会变得超无聊欸，这个世界。因为不老不死要搭配一些能力，就是，如果不老单纯不老不死，就是我不聪明，然后我不老不死，然后我就当个棋，如果我很笨，然后又没有什么能力去过我的生活，然后就是。可能到处受骗啊，钱都被骗光了，然后干嘛，然后变成一个乞丐，然后我就去乞讨人生，然后我还是没钱，我还是没办法生活，但是我就是不会死，这不是很惨吗？没办法翻身，只是不会死而已。
要想要自杀都不行，直接原地复活。你要看是当什么猫？幸福的猫。关在箱子里面的。想说什么？想跑跑。可以卖器官，反正不老不死，超好笑。好聪明啊！可是你要活一辈子。你是你会变成那个吧？养殖场的。那个就是我专门提供器官，好惨，要被关起来。对啊，在这个世界感觉就会变这样，你的产值。我这就想要当特别聪明，聪明就是吃吃很万能，永远不把那个袋子藏好。什么袋子？筒子啊！啊，那要不行啊！不行！我要先放松，再拉紧，带上去拉紧啊！好麻烦。对啊，你们真的很扯哎！嗯，多缺钱，这一步都想好了。说不老不死，那我要干嘛？我可以去卖器官。这有人说吃橘子手指变黄色，橘黄色吗？还是吃红萝卜啊？哦，后面真好好吃。被抓走上出来了。红色的果。哈？红色的。没有没。草莓。有红色的。覆盆莓。白色的。很多籽。草莓。不是，什么？火龙果。哦，手指头变黄。不是。不是吧？我是说那个变红。哦，对啊，知道啊。我想一下，就通知如果我自己理想的就是长得好看又聪明，然后又幽默那样子，我的就是。我最想要成为的人是这样，然后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这样子，然后在那种很酷炫的地方工作，对，然后就是工作内容不会到很轻松，但是钱很多这样子。我理想工作，对，长得好看这一点我已经就是没关系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要长高一点，但是没救了，就这样。再來就是聪明一点，长得宽一点。对，我长得宽一点就满足了。不，还有这可以给这部分可以靠衣服去装饰一下。像这件衣服就是不会太，就是不会让我肩膀看起来太窄这样子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挺胸的话，对，我现在最想成为的人，不是就是这是就是这个世界上能拥有能出现的人呐、啊。以这种前提，如果是那种会魔法的那种，先不提。我想要冰魔法。那你想要变什么样的人？现世界有的。你的理想生活，你的理想生活跟理想外表啊，怎样的，长得像谁啊？你对你的长相满意吗？满意。我也满意。你在问一个天秤座的人吗？不好说啊。你在问高一爵吗？他真的超笨。哎，我记得你讲你有一次讲了什么东西，那我说你超自恋的。哦，他说喜欢我的人，希望都不是只喜欢我的脸而已。啊、然后我想问，自恋个屁哦！你好意思哦？没有，真的想很久嘞。就是希望你变成美貌困扰了很久了，是我这个人，而不是你的脸。哦，那你很有自信呢、哦。不是啊，可是真的很多啊，你一定也有、啊，每个人都一定会有啊，又不是我，奇怪，我家也有啊。他
在讲什么？我没有看到。他也有，他一定也有啊。他说他前阵子在 emo， 然后他说希望喜欢他的人都不是只喜欢他的脸而已。然后你在自恋屁哦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就是希望你喜欢我这个人。好笑，怎么哭了？你的应该是说你的脸也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啊，只是大家先看到是你的脸，在了解你之前那么难了解。哈，是不是就先只能了解你的外表？哥哥加油！对啊，有喜欢脸的也不错了吧？对啊，嫌屁哦！原来连脸都不喜欢，怎么办？有道理，是吧？你直接先赢哎，你还没了解这个人就先赢一步哎。但是我又觉得了解你就直接扣分。你觉得怎样？没有。想笑怎样？没有啊，就是觉得。对，正妹才有的烦恼。哈，真的，就是发这种文，自恋屁哦。真的不是自恋，绝对就是没有办法。你也希望别，你也希望喜欢你的人不会只喜欢你的钱而已哦，有钱人。对啊，就是也有这种的，就只是换成我的外表而已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哦，就是让人羡慕嫉妒的一篇 emo 文。吃橘子吃到吃不下去，好笑。小朋友，你理想就是你的资产比只要比世界首富的资产少一位数就行了，哎、欸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一龙那个马斯克不是哎、欸，马斯克还是马克思？马斯克。啊？啊？马斯克。然后。马克思谁？马斯克，等一下，是哪一个？两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人啊。那你想说哪一个？马斯克啊，他完成收购推特嘞。哦，有啊，你有看到。他甚至说我要收购推特，然后说我不买了，等一下要收购。他这时候拒绝要不拒就想要不买，然后还好像报推特是有告他。对啊，希望喜欢这句话好像是蛮好的开头哎，就希望就是喜欢我的人都不要只喜欢我的什么什么就好这样子，啊、代表还有人喜欢你，这件事情很棒。可以换成什么？不要只喜欢我的肚子。看屁呀、啊！猫咪要在他腿上睡觉了。来吧，喜欢我的人不要只喜欢我的猫，好恐怖，太真实。好笑。我朋友说，就是我现在家里有一只猫咪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那它会恐烦吗？”我跟他说：“它在学标记。”那两个，是雨菜。超烦！他最近一直用壁虎贴图。什么壁虎贴图？我想看，一定很可爱。超大只。他是刚获得言论自由，还是会被他们管，对吧、啊？当然，言论自由反正是有一个上限嘛。而且这胖的。我看。胖虎。他叫杰西。好哎，好恶心，那是真的哎。哇。挺可怕。对吧？还不可爱的，而且还有蟑螂，我想。可以帮你跟宿舍第六人问好吗？好哦，晚点吧，晚点比较方便。有钱的游戏买推特，超扯。好扯哦。哎，没关系，这是我人生关系，我没有到，我不用到那么有钱就好，可以，我只要想花钱的时候能花就好。我觉得我的对于我有钱的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我想花什么就花什么，但是我想花的东西通常不会很多，也不会很贵，
就是要么就是漫画嘛，百合嘛，然后要么就是 Tow Life 嘛，就是周边嘛这样子，然后房子嘛，以后的东西不一定。现在是怎样？以后成年都要考后空翻就是。他现在高跟球腿上睡觉，他今天一直在高跟球腿上这样。他今天下午晚上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在高跟球的肚子上睡觉。他自己上来哦，超可爱的。然后他现在在高跟球大腿上睡觉 ，Hello。太好了吧？想要看月亮，坐一台火箭好了。天哪，不是我没有这么远大。他怎么越来越变那么有钱？他从什么开始的？伊隆马斯克啊，世界首富。你知道他开什么公司吗？我的天哪，特斯拉。有钱的游戏地址应该拿微软才对。真的一直买，是啊。两个都是啊，他是前世界首富，是这样吗？比尔盖茨是吗？狮子喜欢胖胖的，宠物像主人啦、啊。哎，没事。想要最后一下买一下好运的，这样子你们会比较开心吗？好现实。那如果我可以用钱解决一件事情，我要解决什么、啊？那你想象一下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的某位艺人，就是突然很普通的在你身边，就是做他的事情，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会啊，就是因为他，他不是应该都在荧幕上出现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不一样啊。我知道啊，就是很怪吗？所以你们买醉干嘛？阿呆。他们公司已经成立快十年了，真假的？哇！解决高运觉，这没有什么好解决的。解决啥？你再用拳头就可以了。你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有钱，我知道，就是感觉啦，我以后的人生就是会开始一直看 VTuber， 然后哦不一定，这不一定，感觉热潮一下，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热潮，可能一下就过了。但是如果我现在还是持续喜欢 VTuber， 我就是边赚钱，然后下班就是会看 V， 然后我就会续几，我会加几个会员这样子，然后会员好像其实没有很贵，我觉得一个月算的话没有很贵，我就会加会员，然后丢 Super Chat 这样，不会丢到红 Super Chat， 就是丢了黄的、绿的之类的。红最贵啊！红最贵啊！原来是看颜色。嗯，买好也应该蛮开心的，你们跳不好不是你要烦恼的，是吧？跳不好就不会出去啊，就是会越来越少人看啊，会吧？一定有差吧？如果有我们组一直都跳得很烂，然后我们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人来看？会啊。就是他们是越不上心啦、啊，然后就退坑啦，然后你们少你就草原就少赚钱啦。好，要关心的东西应该更多吧，不止我们跳不好，跳不好根本就是我们的小事而已，自己练练就好。但是他们要关心的东西很整体的东西很大很多哎、欸。他们，对呀、啊，买好人当然要搞空降 C 呀、啊，七单件啊，各位，空降 C 会是谁啊？天哪，我很难想象这是什么，我们就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会有我们 AKB48 TP 第21单曲这样子之类的，超多，超慢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过四年了，我们快五年了，抱歉。要先关心成员接的工作会不会不小心圈叉叉圈叉圈怎样？
空降四期，什么时候？三期直接还没出现。那三期生出批会什么时候啊？四周年了，好久。不是啊 ，reset 啊。哦。是哦。啊啊！你叫哦三期生。嗯。对啊 ，reset 啊。哦。有奖哦。有啊。原来有奖哦，我不知道。在那个，不然就没有人要买票了。隔壁你要买票是这样吗？哎、欸，注意注意注意，大家是为了三期吗？三期生。我们已经脱离二期最惨阶段，二期最惨阶段是什么？二期最惨阶段是什么？我转头太戏剧，我刚转头什么？我刚怎么了？不要这么丧志啊，各位！我们这不是叫丧志，这叫看清了现实。你只在意有没有新的 staff 姐姐？哎、欸，这就更过分了，这甚至不是成员。还是你们去当 staff？ 啊、哦，不行！高恩爵，干嘛？你要送我什么当生日礼物？不知道，你想什么？节目？那我就讲了。我想要冰娜娜的抱枕，你抱枕。YouTube 是不可能送的。我吗？不要，太宅了。宅好啊。我房间看起来已经越来越宅，我不想让它再更宅。我想要一个干净的房间。是不是就是你在乱？白痴啊！你也丢好不好？你堆纸在地上。是不是都我在收？每一次，每一次。是不是搬过去房间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就说你会收？所以呢？所以你还是要收你自己的东西。那你是不是要去晒衣服？啊，对。晒要该死的衣服，要洗衣服。这长江的后浪有天梦，透浪推前浪，超好笑。万圣节有没有要帮万圣节派对吗？应该没有吧？要期中考，那不行了。而且还要练习，还要期中考，还要 reset， 要重排这位置，真的要疯掉了。地狱周的这两周，三期有几个？三期有四个啊！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哪些东西是公布了没，还是公没公布？啊？没有跟他资讯吗？可能吧。对啊，我就是很怕讲漏嘴什么东西，没公布的，不知道公布了什么。哎、欸，昨天我在宿舍真的是有热到想开冷气，哎，超热。因为宿舍没有电风扇，也没有窗帘，然后就是太阳一大就直接晒进来，超晒超大这样子。没有窗帘也太痛苦。我就每天早上被亮醒，所以我现在早上都很早起，我六点就起来了，六七点就起来了。外面看得到里面吗？我在很高楼。举个口中的男说的 VTuber 不可以，但手指立刻点开荧幕滑上面滑动，依稀可以直接下单的字样。好，你要买的话，你就买 Finana 的或是 Fana 的给我。Finana 怎么拼的 FINANA？ 大家听到了吗？我想 Finana 哦，各位。可是 Finana 的周边就是除了它官方的东西，什么吊牌、立牌、吊牌我都还好。大家知道了吗？哎呦！哎、欸，可是我还是买了塔卡莫里的吊牌，你刚刚放在口袋。这种东西呢，就是会放在床头柜，然后就是当立牌一样。这
送橄榄油好不好？橄榄油也不错啊，这不能送，要好一点橄榄油。哎，我很喜欢橄榄油加油醋酱，我们家有一罐超高级油醋酱，超高级罐橄榄油。然后我回台东的期间，我每天都吃，就是橄榄油加油醋，然后再吃很好吃的法国面包当早餐，然后还有煎蛋跟一杯超赞高级咖啡。然后继续说。对。刚刚觉得我去我家就会变成猪，对，但是我还是一样瘦。好气呀、啊！好烦哦，我真的不想跟大家好好吃饭。没办法，你就是得跟我一起吃饭。啊。Fina 的声音，就是他平常开台那个很奶很可爱的声音是可爱，但是他 ASMR 的声音好赞，他可以平常就用那个声线讲话吗？我的天哪、啊！还有那个谁也很赞，那个有一个会讲法文的狐狸，还叫什么？他叫什么名字 ？Nina Kosaka， 一只白色的狐狸。狐妖掌管幸运的，他的角色我很爱。然后那个 Elira， 哇哇。他讲话也很好听，嗯，廖友晴用反筷子吃饭呢，我发现了，他筷子拿反了，你在直播，哈，你不要这样，就是他那个筷子出的那个头是脏脏的，然后他洗的头很干净，好闹。你要偷看你的筷子，我就看到他在我眼睛前面。最近超少在看 MV， 除了晚上听 ASMR， 就有忙到，然后就没有什么在看 MV， 就哦天哪，我就是这 MV 这种一久没看，就好像错过了很多东西的感觉，很恐怖哎。长途朋友，他不是一直都拿反，就这次而已啊。还好还好，正常。只是他刚刚太匆忙，他刚刚急着要开播，他出来了。那要请。嗨。你有发现你的那个？你播完了。筷子拿反了吗？哈哈哎，我找不到我的提亚那包，我傻眼。第一件事情。哎、欸，你看。啊，好可爱哦！你去那天买的。对啊。啊，你不是读书摊，你有读书吗？没有啊。我就像孟火上吃超慢，我吃了一个半小时。刚刚才结束。对。他一直在看你。他吗？对。我一直踩他的沙。天哪。I hate you 。天哪。精神食粮断粮的感觉，对啊，是怎样 ？Trick or treat。太早了。我诈骗在直播，啥都没。我看老师说。对啊，像是读书在这边吃播。31号那超级没效率。哎、欸，你在吗？嗯。我说我跟老师说，我可不可以31号那一天就是变装去公司？对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就一直说，就是不会那么夸张，就是或者是戴个头套什么什么的。然后他说。他就面有难色的，他没有说话，然后我就继续说我的理论，我就说可不可以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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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他也就是，然后我说老师我看出来你的面有难色，好的我会乖乖的。老师，为什么要面有难色？就是他说他怕教不完，对，他怕就效率不好，就是、oh. 对。还好吧，我会因为这样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在想，可能他担心就是有些人可能穿那个东西太好笑了，然后大家就会笑，嗯、就是你懂吗？我猜啦，应该不至于吧？就是这样跳一跳，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很好笑，然后就开始笑，然后笑的话可能就慢了一点点，然后怕教不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。但我你可以独自，可以独自。我觉得老师那个时候很好笑，他就是。他也没讲话，然后他也不是很生气，他就是面有难色。好闹。好笑哦！我说老师，我看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我没事。对啊，赶进度啦。
不是随便讲的，很好笑，好不好？没礼貌，超没礼貌，这样子没礼貌，讲的很好笑。谁知道谁讲的这么好笑？太可怜了吧！好可爱哦，耶！你还可以，你可以送我什么？我想一下，你可以送我。好啊，都讲了。啊，你说我？对啊。没有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跟粉丝要礼物，基本上啊，应该吧，忘了。我会讲是我想要什么，但是我不会想要说他们一定要，他们想送我买给我这样子，也不会。可是我会分享我最近想要买什么，但我没有想到说他们会买给我这件事情。女人心，海底捞，小别，小别，干嘛干嘛？你在笑什么？海底捞，海底捞，海底针啊！海底捞不是很久了吗？你没听过海底捞？我有啦。我想说，躺在海底捞。哎、欸，我们生日周边想好了，你们敬请期待。我会用的东西，我还要学新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要学新的东西。我也还没学。Reset。我又想到明天会被分饱了。这首是什么？这首超恐怖的，这首《女友》。这个很像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我就会跳错。女友的出错率超高的，的对，他说就是女友的脚、喔、这样子。我刚才去了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看是不是？原来喜欢我的乌龟？你可以拿去地上拖啊，可以跑，快跑，超快！我喜欢啊，但是你可以不要在路上玩吗？他不是不喜欢你的乌龟，他是不喜欢你的行为。麻烦你了。好可爱啊！女友的脚怎么有点羡慕？什么意思？这个脚？你是羡慕女友还是女友的脚？还是什么东西？羡慕有女友。对。羡慕吗？你觉得客厅有比较凉爽？没有，现在超热。好热哦！我觉得是因为你穿、那個、穿外套。我刚穿那个真的是超热，但如果开开那个平板窗面窗窗有点吵，嗯，这只乌龟狮子喜欢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应该没啊，他应该没看过他，他超可爱的，但且很无奈，对啊，超可爱。100块花钱买小垃圾，而且还是跟我借的，你还没还我。对，我有吧？我记得。还没。没有，我知道在哪里还的。游戏打游戏厅。哈哈。很坑钱啊！因为很久没有开车，然后。开车技术变超差，我是开真车来练习玩游戏，玩开车游戏，不是玩开车游戏在练习开车，反过来。他们还开除我大家。对啊，哎，我昨天有反车好几次，好不好？我每次要结束都输掉。但我们是看结果的。对，气死！再不玩直接当礼物，哎，不行。还是要有仪式感啊！疗愈，我要念榜了。今天时间过真快。看错了。第八名是思涵，第七名是幻影战士，第六名是季风亮，第五名是 Dragway， 第四名是刘建谷，第三名是勇哥，第二名是竹人，第一名是 QK 男子。刚来屁啦！连我台也会出现这种东西了吗？你还没出现过，之前比较少，还是没有忘记了。
补课加油！补课，补课，补什么课？没有，没有补课啦！不要慌张，读书读书加油！下一次见就是段子考完了，本次说就一天，今天播一次播完，哦。没事，好，大家拜拜。生日周边乌龟回忆车都放印我们的脸量，超诡异。不会啦，不会有这种东西。就想想我们组还有品，我们这边还有品行好吗？不会有这种东西出现，放心。我想要欸，开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拜拜。